是因为昨晚林姓的机车骑士啊，沿成功路到三民路口往龟山方向行驶的时候，啊，因为号志的变换的关系啊，那照后方的公车来撞击，那造成双方驾驶啊都多数的受伤，并波及路旁天主教的教会大楼。那警方获报，迅速赶往现场疏导交通啊，并救护伤方。那双方并没有生命的危险。那警方在此呼吁用路人啊，应该保持安全的间隔，并遵照标志标线指示来行驶，以确保行车的安全。